我终于来到这天空上的最后一层，据说只要打通这层就可以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。哎，这里又有守门的，怎么没复活呢？那我走了，我真走了。哎，对了，再不复活我还以为你雕像当久了傻了呢。竟敢说我是傻子，兄弟们给我打他。哎哎，不是不是，大哥，我可以解释的，我其实，哎，别打脸呐。等等，我其实并不是指你，而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傻子。嘿嘿嘿，兄弟们给我打他。就凭你们还想打我，哼，不堪一击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还抓紧去渡劫，走着。大木拉开始在笑，躲在一旁看热闹，舞斗米让他折腰，不出悲伤没人瞧，我的忘记。终于到了，也不知道我这个二九天劫会是什么样的。哦，这他妈什么玩意儿，好悬给我劈死。哎，不是说只有雷劫吗？这大拳的有什么鬼啊？哦，这个老头，我的妈，你那个光线太粗了吧。年轻人，我就是你的最后一道天劫，只要打败我，你就可以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。那还说啥了，走着呀。哎呀妈，这也太难缠了吧，打了五天五夜了，终于把他干死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最喜欢的神仙是谁呢？下方评论告诉学长吧。